想搞波直接入侵这个三狼，哎呦，哎，撑早了一丢丢，被克利德给拿到了。卡萨挠两下人泄愤，嗯，中路想越吗？但这个位置真的越合适吗？这个越有点太勉强了吧。装狐狸也没补过装备啊。啊，凯尔也到六了，图狐狸大没说法了，吃个肚子吧。嗯，大压力这个对线，然后整了个水银鞋，现在已经被压了20刀了，直接爆大硬扫林伟翔，哎，差点。小航也来了，哎，这波有机会吗？威武是没有前草的视野的，捏 W 给大招直接灌起来，动不了，卡萨被秒了。但是留 Rookie 是留不住的，很舒服的，是的。刚才这个人头也是给破王拿到了，直接E上来拉到了，狐狸有大招的，大完之后回身在背后的打一套 ，Pierre 也是手比较快，直接偷了一个狐狸的零破突袭。小鲁有想法吗？但是林文祥这里是有进化的，直接动不了，被减速到了。虽然解了控制，但是走不出去，不解速走不动了。再加上 PP 杠带着冰川增幅，哎，想单挑了，他想突破乔丹，但双级跑都在跑，哎，撞墙，但没事，怪大撞墙了。哎呀，克利德被喷的有点残了已经，但两边都是惩戒，拼抢了，拼过来。还是 Clean 抢到了，还行，想留人。这个位置小航赶紧往上走， Care 这边偷了一个狐狸大走过来，第一时间先交一段 E， 还有强弩，但不敢拉回去了，有一点差一点被莱昂纳指到，先交零破突袭躲了莱昂纳的指，但就怕那种，哎，大梅死了呀。哇，卡萨这个预判有点准啊，他是看到那个大梅从眼上走。这波卡在一个预判，刚才这个眼看到了，哦，林伟翔甚至还回了下头，然后一个小预判，哇，这都忍得住啊，卡哥偷了个男枪的泰坦，有表还行，泰坦有表还不错，烟雾弹放的还可以，小航可能要被换了，哎呦，这烟雾弹照的太好了，表嘞没按出来，来沉浸式第一视角体验怎么回事，看下绝望的大梅，咋还顶着这个往前走，是最过分的。这个好像是个单杀，这么沉浸，他在等队友，我感觉瑞斯在等，在勾引，克利的反应过来了，但是这个位置不好走，大招抵消控制，交闪现，但是还有两段离破突袭可以跟上，钻出茫茫焦土里面，小号帮忙控了一下，能拖很久，能拖很久，对，真的拖很久，我感觉他能拖很久，他疾跑一开，看到人疾跑一开，摇兄弟了，兄弟们包过来，这个奥拉斯要杀得速杀上去，一套控制打上去，他有盾攻，一些还没死，还在吸。滑了一步，但是金克斯大招想清一下线，现在有点捏了一个熊，但是航没有出钩，这一下出钩勾到了一个墙上，起身以后开了一个秒表，还好这块表留到了现在啊，要不然要交闪了，要不然对啊，直接要交闪，脾气这么大呀，送你们回家，他这个疾跑开着追着两个人来，闪现硬拍，那这波拍有点勉强，主要波利克这位没大招，而且格温是有四率产生的， Rookie 来了，要动林伟翔，林伟翔交出了狂风，交出了自己的闪现，那小龙虎给留了下来，没有四率残留的保护，但伤害并不够，皮皮卡的交了个秒表，这波瑞奇来支援一下兄弟们， KR 投了个狐狸大招，一段灵魂突袭往前走，这边帕特帮忙拍晕一下， KR 还有一段灵魂突袭可以继续追击，天神之后下来给自己加了点血量，反手拍了一下，沈门回了一口血， KR 是没有伤害了，现在破败王又来了，破败王又来了，有机会收割，捏一个前载优越第一时间上并中了 Fortek， 一个 W 的连招把 Fortek 扔到之后没有捡这个魂，这会儿捡了刷新了一个突破天灵，但立刻用女枪的平 A 加 Q 配合队友再杀一个熊，打不来了，威武节目效果搞起来了，哇，这波威武直接搞起来，前面优势太大了，他们想继续扩大优势搞效果，没有等这个小龙，这波真没什么道理，威武直接开始硬来硬的了，上太勉强了呀，只要 Fortek 这波没大，其实我感觉这种装备的女枪没大招还是挺虚的，他没有平 A 啊，对啊，他虽然是个空速线，但他 A 人确实不是特别疼，然后小老虎一丝血锁住了啊，没烧死，克利的这波绕后太致命了，是的，而且两个这个
一个偷来的大招加上一个过来的破坏王，这两个人直接把团战给解决了，双偷，一个偷大一个偷英雄啊。主要塞拉斯本身成长血量很高，哦，直接偷大平平防御塔了，硬上有时候帮的很好，而且波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，直接被秒掉了。这边 Rookie 甚至都没有赶到这边战场，中上选手都在边路带线，卡萨也要倒了，那这样的话中路高地可能要保不住。优势啊，这中上兄弟这把得靠中上兄弟 啊，这个玩法就不是 C 的玩法呀，这个玩法就是蹭局势的，对线强蹭蹭局势，但是他不敢读完，直接锁头。而现在格温装备好起来了，加上一个处理不了的塞拉斯，Rookie 探了一下，但打得不够快，打得太慢了。狗熊一个人要拼惩戒了，看一下拿密拼，抢到了，勾到了，勾的还不错，晒出剑，大车两个人配合几个扫弹，前人之乱炸进来，反正要打，这边这双先打出一个波甲，小黄觉得很难，但自己没有死，一个冲击帮来射到小黄，你下这么大，扫得太完美了，这大招，但是后续没有伤害了，因为大招结束以后，没有人在那跟输出。塞拉斯的强弩掳到之后 ，Rookie 过来帮 PP 干的解围，两个人伤害有点不太够，这毕竟是一个蓝塞拉斯 ，Rookie 这边一丝血，现在也没有灵魂突袭了，只能卖掉自己的 PP 干的。而侧面格温还在追，但小老虎的疾跑还差一丢丢，那应该是有点追不上了。不过 Care 这边又来了，强弩并没有掳到。女士，她下一波要能把火龙想办法给拿到。好肉啊！那蓝蓝塞拉斯的魅力啊！这波好在是 Fortis 交闪躲了这个勾，然后 R 完之后放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子弹时间。是的。但格温来到精力环节，这把现在确实只能看看 Rookie 了，但是现在很难尽力啊。卡萨，卡萨这位置勾到了，小 P 一个大招帮忙解围啊啊！这波是勾引，啊、不是这俩人闪现都不叫什么，这破王不叫闪啥意思啊？这不是被勾到，这是勾引。对威武来说，就一个刚才说一点五成吧，就给个火龙，嗯。这波主要是破坏王什么技能都没教，太随意了吧，这位置大一下都走了呀，他就觉得能走出去硬洗在里面，真的我感觉只有这一手了，想正面打威武，但正面打好难打呀，小老虎这位置一卡住，开始绕了，已经开始绕了，但卡哥必须得去抢这条龙，天神召龙进来没有抢到，被塞拉斯给吃下来，女枪好大，女枪的大招非常完美，而且大威哥位置入给可以去卡他，三段灵魂突袭在手上，等克里特站起来不急，威武还在拉扯，躲了一个泰坦的钩子，小豪被留了下来，交闪现过强，再入给直接贴脸了，这边战场一炮直接先倒一个克里特，而且小豪也死了，李伟翔的复活甲被打出来了，这不要一波了吧，开出自律残留，但是切脸的一个秋冬摩罗尔的直接秒了，真的假的呀，啊啊，这个团都能赢吗，能打成这样吗，主要 Rookie 的位置绕有点好， Rookie 的位置，我只能说 Rookie 的位置绕真有点好，卡死直接卡死，而且 Fortake 这个60分的女枪交出了一份100分的答卷，这么大的有点过于完美了吧，这意思就是这15%的概率，10%在 Fortik， 5%在 Rookie， 5%在龙嘛，是吧、啊？这都能赢吗？这个变态啊！这都赢了 ，Rookie 玩